第二号就是就跟我讲说他要带我出去玩，然后那时候想说带我出去玩，去哪里玩？我是啊，你跟搞得我要干嘛？你干嘛？我先回台北好了。你跟我剪几根树枝回来就要烤一次鸡。哇塞，你看好香哦！你吃起来口感怎么样？那我现在要带你去一个更棒、更棒的出口。